接下来看台南一间有名的饭店，伊呢办过上佳的客家美食节。今年的主题是客家屯原住民食材的结合，中央有什么出彩，来表现创新传承屯族群融合的意涵。伊块食到客家菜美食，伊块食到原住民的口味，用双重的享受啊！用手的凤心草、三福枣、一来菇，加到原住民的食材。今年自从草用时，行菜馆服用原版的一道客家料理，路边就一出出有原住民又有客家特色的新菜色。一道新菜是得研发成功，除了外国有创意，还外国有信仰精神。三块鸭呢，米是我上冲突的地方。我讲安尼，我可以安尼皮安尼融合起来，是双人呢，又可以加分的一个效果啊。十米出全新的菜当中，有高丽菜干、正太虾、三福枣、刺葱、松菜、盐米苏、台湾梅盐饭嘞，咸菜干、红肉到二类骨鸭头，一道唔是看过嘅盐虾新料理，食过嘅人如果有印象。咩饭过来一套一套，佢喺老家，因为客家盐酥，老原住民嘅盐酥，那个混合起来，一道菜色多啊，又有原住民特色，又有客家特色，所以你喺全台湾可能。五星级饭店，第一次有安尼。饭店总经理昌东婆讲，一百个客家美食节，总共规划嘅两年半，其中请起去客家庄、韩国原住民部落、客人嘅料理经验，都超过为半年。据说一百个美食节，除了食路规模强样以外，还有促进融合嘅特别意义。客家新闻陈文林，台南报道。